喽，回来了。今天是一个非常轻松又心塞的日子。轻松是因为我这个星期就是 been playing， 我们上个星期说好就是一起来汉堡哦。然后很心塞的是昨晚呢，他就打电话跟我讲今天放 plan 了哦，今天没有去汉堡哦，我就有点心塞哦。不过到最后我们还是有来啊，可是今天天气也是没有这样好啊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吃午餐，就是吃烤鸭吧。然后过后我们会去跳蚤市场，然后还有去可能坐船啊，然后喝点咖啡啊。现在我们来到这家港式茶餐室哦。本来我们打算去吃另一间的烤鸭，结果另一间没有开哦，所以我们来这间试一试哦。Okay, 第一份我们点了一个烧鸭跟叉烧哦。Okay, 我们还有点了一个叫鲜虾肠粉，虽然我有敏感哦，可是他们就是很想吃哦。今天我们多了一个妹妹哦，拍谁哦？来，我们看另一位妹妹吃。她之前吃是不会这样子吃的，用手盖住。我现在拍鸟要用手盖住，等太久了。那为什么吧？干嘛？因为它切太厚了，如果它切薄一点。可是它也是会比较干，是不是？ Compared to 我们那边啊。你是讲这个比较干？对。它比较干的话也没有这样甜。甜啊，就是港式的会比较咸一点，偏咸。不要很甜。我们也是都是比较喜欢甜一点，比较多汁。有 comment 呢，是这样子表情，再出一下。没有到很脆，可是它的那个皮下面有那个油脂。OK， 我们现在吃好了那个午餐哦，然后我们现在下一个地方就是要去那个跳蚤市场哦。OK， 我们到了这个跳蚤市场哦，今天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哦，因为它只有拜六有开，就是从早上很早开到下午四点哦。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哦。给那个唱片哦，这种。我现在在一个超市里面哦，就是一个 mall 里面啊，然后里面有超市。刚才我们逛好那个跳蚤市场啊，可是我们有点迟来啊，所以大多数的档口已经收了，而且今天天气不好，还下雨哦。还觉得这里还更好逛呢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会去坐船啊，因为汉堡靠近港口哦。OK， 我现在来到。算是德国最高级的 supermarket 吧，就是水果都很新鲜很齐全。他就是德国人最喜欢来这里逛的，因为他种类很多，然后很齐全，然后摆设摆到很整齐，然后位置又比较大。那这里一斤多的西瓜2.99，芒果一粒1.99。超多人的。 OK， 现在我们要去坐船了。来，大家跟我坐船去了。
们雨天坐船。疯掉我们了，下雨天在那边坐船。哦，坐了坐了，哦，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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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们的船，我们的船。他们在演哪一出？快点，看他们在演，看他们在演。他们叫我帮他们拍最美的一刻，大家觉得美吗？看这两位美眉写意的时刻，快点转过来看一下美不美。我们的目的地，OK， 这就是我们的下一站 Philharmonic。 Philharmonic 就是演奏会哦，可是我们只能去这里绕一圈走走看风景吧哦，没有进去看那个演奏会哦。我们上来了，大家有来汉堡的话可以过来啊，因为这里上来是免费的。这里就是给大家绕一大圈，然后看这里的海啊、港口啊、风景啊。就是刚才我们坐过来的船，现在我们在上面了。下雨天，我们来喝咖啡了。听说这个很出名，所以我们就来尝一尝。超多人。两个 smoothie 跟一个 waffle 哦，结果我们来咖啡店喝 smoothie 哦，你不是喝咖啡哦，也是因为我晚上睡不着喝了咖啡哦，所以我们没有叫咖啡哦，这样吃哦。哇，这个是 cherry。怎么一点这样子？这样子的表情，等下有人会过来问你有什么事情。我买了粽叶，因为端午节要来了，我已经四年没有吃到粽子了。然后他们今晚说他们要做馍馍渣渣，然后买了KFC 粉，因为我们的 KFC 太远了，所以我想自己买一下自己炸。这最重要就是蛋黄啊，我们要做粽子哦。刚才在亚超买了，就是要包粽子的那些材料，然后还有做馍馍渣渣的材料，因为我们明天有 barbecue， 所以他们要做馍馍渣渣。然后过几天我们就会包粽子哦，然后再过几天我们会去比亚林哦，所以我会在比亚林的时候再拍影片给大家看哦，所以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然后我们柏林见哦 ，OK， 拜拜。